净，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不要，这个风不要啊，放掉。这是这个第二大愿最后的一段啊，总结五经。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闻稍略浅，若具说者皆如初段啊。后面的经文呢，这个翻译的人往往省略了，这个省略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中国人习惯简单。那么在第一段呢，就是礼敬诸佛总结说的详细啊，每一段呢实际上呢都像第一段一样的详细。我们看底下的注解啊，这个下面抄啊是宗密大师注的，这第三总结五经。苏云闻稍略浅者，离境总结无尽有二，先显无尽，后彰无尽。这个彰是明显的意思，是就前显中先别名虚空，后总列于山。这是这个说明第一段啊，这个离境诸佛的总结说，今称赞中但有总举四法，无现别名虚空之意也，故云略也啊。宗密大师把这个省略的地方啊为我们指出来，其实他要不指出来，我们把两段经文对照一下了也很清楚啊。说今此文有二义句，初皆无尽，后彰无尽。前文中有二义句，如是虚空界下凡显无尽，而虚空下顺称无尽也，这个意思都很明显。说再讲呢，就是借承普贤菩萨的愿，但愿跟行是不能够分开的。他跟一般菩萨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心量广大，不但是称心，他是圆满的称心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要细心的去体会。也就是说，平常见性的菩萨，像别教初地以上，圆教初住以上，虽然见性，并不圆满啊。这个大经里面告诉我们，菩萨有四十一品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就见性。可是他还有四十品无明存在，
所以这个见性就不远，因此心量就不广。当然比起一般人，那他的心量大得太多了啊，可是比起那个高位的菩萨呢，显得他的心量就小了。而普贤菩萨不一样，可以说从初发心，他那个心量呢，跟如来果地上就没有差别。所以佛在华严上说，菩萨若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这个圆成佛就是成究竟圆满的佛。鉴别不是藏通别佛啊，这个天台家讲四教就是四种佛了啊，这个藏教、通教、别教佛了都不圆满，圆教才是究竟圆满佛啊。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那么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就像《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这三句是讲的现象啊，也就是说究竟圆满的样子啊，是清净，是平等。无有一法不清净，无有一法不平等，所以这个觉呢是圆觉啊，圆满的大觉，这就是普贤行。以这样的心量，无论修哪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呢都是广大而无边际。在时间上来讲呢，没有粗后啊，就是没有一个开头，没有一个终极，也就是佛在大经里都常说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一一行都是这个境界，这才叫普贤行。所以我们读华严，学普贤菩萨，就得把心量要脱开，才能够体会到普贤行的伟大，普贤行的究竟圆满，不同于其他的法门。我们看底下第三段，在425面第三行，广修供养。善男子啊，叫佛赐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我们先解释这个"供养"两个字的定义。这是普贤菩萨第三大愿啊，实在说呢，就是菩萨修行的纲领啊，这个是第三纲领。那么他的
十八纲里，这个顺序不能颠倒的。就像我们盖房子，我们起十层的大楼，这个一层一层呢，不可以颠倒的。为什么呢？上面一层呢，一定是以底下一层做基础，没有下面这一层呢，上面这一层就不能够建立。所以他这个十个纲领也是如此，后面呢一定包括前面，前面不包括后面。所以说厚厚胜于前前。那么有第三，当然有第二，当然有第一。供养在一般菩萨呢叫布施，而普贤菩萨呢不叫布施，叫供养。诸位想想这个里面的味道，供养是用极尊重之心，极真诚恭敬之心，但是布施呢，这个心呢没有这样的圆满。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普贤菩萨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我们对佛供养，一对佛供养这样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众生呢，一佛如是，绝对没有差别。所以它是平等，它是清净。我们要学普贤行呢，就要在这个地方下手。同样的，布施里面有财有法，供养里面也有财供养、法供养，就是用心不一样。没有分别，极其真诚恭敬。底下一段说他供养的范围，所有净法界虚空界，这是菩萨活动的空间。我们今天讲活动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太大了。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为沉重，夜夜各有一切世界极微尘所覆。这是他活动的对象。这是说佛，佛无量无边，他确实有能力变供，在一处一时一念之间呢，所有一切诸佛他通通都供养到了。他有这个能力，夜夜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这是供众。前一句是供佛，除佛之外呢，还有众生。所以这一句包括了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他不供养的。再看底下一段，我以普贤行愿力故，
其身性也现前之见。这一句是能共之音，这样的境界，实实在在讲啊，决定不是凡夫能力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呢？凡夫起心动念，有个意念，有个念头啊。念头啊是有限的，不能够进法界虚空界。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啊，我们所思所想有范围，有界限。这个界限虽然很大，如果比起法界虚空界，这个界限就不大了，就显得很小。这个言语呢，那个范围就更小了，所以有许多这个意念是言语说不出来的，所以大乘法上常讲啊，言语道断，心性处灭，就是言语没有法子说不出来啊。佛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能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啊，佛说了。佛是利用有限度的言语，让我们呢在这个言语里面去体会，一定要去体会他说不出来的那个意思。所谓是弦外之音的，你才能懂佛的意思。如果你执着言说呢，那就错了。言说是个工具，不是目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舍了这个工具也不行。还必须得利用这个工具，可是利用啊，要善用。所以佛经里头常常有善说、善听，就是你得会说，还得会听。会说不会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这个会听就很重要。怎样才算会听呢？马明菩萨说得好，立言说相，不要执着言语，不执着这个，立名字相，佛经里面佛讲的许许多多名词术语也不能执着。第三，立心原相。心原是我们思维想象，这个不可以。你这个一思维一想象啊，就落到第一识里头去了，落在第六识去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意识你始终不能突破，你掉在里面去了。所以会听的人只是听，绝不去思想，不去想它，
啊，这个用什么心？用清净心听，无分别心听。诸位要知道，无分别是真心，有分别是妄心。这个真心听呢，就好像这个音声在那里触动，久而久之，忽然他就开悟了。这一悟啊，那个真实意就明白了。所以用思维，用想象，不结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意不可以用思维想象的。看了佛经，我想是这个意思，那就完全错了。哪有你想的？佛为我们所说的真实意，就是因为佛没有通过思维想象。我们要讲个什么东西，先要想想，我要怎样讲法，这就坏了，落在意识里去了。佛讲经说法，从来没有说，我想一想，这些人我要给他讲什么，那就跟世间人没有两样的。佛从来没有这个念头，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佛比喻说法了，像这个敲鼓一样啊，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那鼓里头有没有东西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比喻也非常之好，心是空的，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像这个禅宗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我们凡夫的心不空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多得很呐，数不清啊。不空啊，佛的心空的，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想解如来真实意，要懂得这个方法，要细心去体会，不能研究，只可以体会，不可以研究，不可以思维。可是经典里面有的时候也讲思维，那个思维是比喻，思维就是明了的意思，像这个菩萨三昧闻思修，有很多人望闻生义，把这个三昧搞错了，认为什么闻，听经是闻啊，思听了之后好好去想想，去研究研究，这个思了嘛，想清楚了，想明白了，再来修。那这还用得着菩萨吗？那我们都会吗？菩萨修行的方法超过二乘啊，二乘所修的戒定慧，菩萨这个文思修叫三慧，三慧说戒定慧那个慧，他是完全修慧，修慧可见得他戒定完成了，这是高级的修行法了。所以这个戒定慧三个字不是我们理解的，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文是接触，用这个字代表，眼见色，接触色，耳接触声，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个接触用这个文代表。这一接触就明了，不要思，所以思是代表明了，接触就明了，明了当然就不迷嘛，这不迷就叫修。明了就叫思，所以他那个文思修是同时完成的，不是分三个阶段呢。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呢，那佛菩萨就很冤枉了，你把他的意思全错会了。
啊，最高级的修行方法了，变成最低级的了。啊，这个叫望闻生义呀，这个要不得。啊，所以一定呀，要懂得它的真身。那么菩萨何以有这样大的能力来修啊这样广大的供养呢？他是以普贤行愿立故。这前面呢都曾经解释过了，在第一段解释过了。普贤菩萨威神加持，其身性解现前之际，我们今天读华严经，读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们有没有得到普贤菩萨加持呢？不能说没有，必定得普贤菩萨的加持，啊，这个加持，现代人，这个名词叫磁场，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这个心里头有普贤菩萨，与普贤菩萨的磁场啊就感应，啊，虽有感应呢，力量不深，啊，为什么不深呢？因为我们的性解很薄弱，啊，没有啊深信深解，没有把普贤菩萨这个理道理啊跟修学的方法境界变成我们现前的直接，我们差就差在这个地方。虽然念跟普贤菩萨距离还非常的遥远，啊，所以我们只能沾到他磁场的边缘。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要真正接触到，有没有方法呢？有。而且方法呢还很简单，还很容易，那就是一门深入。死心塌地去读诵去受持，能够一天将行愿品念个十遍，至少要念十遍。念上个十年八年，绝无间断呐！你心里面就所思维的、所想象的，全是经里面的境界，那个力量就大了。啊，换一句话呢，虽然不能像经上讲的这个其身性解，那个性解跟普通人不一样，以这个性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定得生，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嘛。那么由此可知，佛法其实世间法也不例外，要想成就那个秘诀，就是一门深入，死心塌地，其如一门，那就成功。所以一定啊，这个关键呢，就是在身心解，现前之间。那么底下呢，举几个例子，
用什么东西去供养呢？世尊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当时印度人送些礼物啊，在风俗习惯上送的这些礼物啊，佛举例子总是就近举比喻，大家就好懂嘛。所以这个经呢，它是为3000年前印度人讲的，不是为我们现代人讲的。啊，要是跟现代人讲，这里的举的例子就不是这些例子。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啊，所以不能够死在句下。啊，知道他那个时候什么情形，啊，我们就晓得现在我们要送礼啊，供养人家应该用些什么东西供养。而不能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人不受欢迎，太用不着，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谢以上庙住供养具而为供养，这一句是总纲领、总原则，在那个时候说没有问题，现在讲也没有问题。总而言之，你要送人礼物，要供养别人，要布施别人的，要什么？要最好的，最上等的，最妙的这一些供养具，而不可以说是好的我自己留的享受，差的破的不要的了，这才送给别人啊，救济别人供养那个就不是普贤行了。普贤菩萨念念想别人，没想到自己。这一点就很难学啊。很难学，一定要学。那不学呢？不学就不是普贤菩萨了。不是普贤菩萨，跟诸位说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极乐世界通通是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诸位要晓得，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普贤是通号啊，不是一个人的别号啊，是通号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叫做普贤菩萨。那么那个里面要按大乘法来讲，有51个阶级，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学生呢有51个班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到51年级，那个毕业了就成佛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那里有一年级的普贤菩萨，有二年级的普贤菩萨，有三年级的普贤菩萨，一直到51年级的普贤菩萨。我们现在所供养的这个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就是第51年级的最高级的，最高级的普贤菩萨也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供一尊、塑一尊普贤菩萨的像，画一尊普贤菩萨像，代表而已。所以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供养一切诸佛菩萨的形象都是表法的，所以一见到普贤菩萨就想到十大愿望，你叫真的供养。一见到观音菩萨就想到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所以这些形象名号是代表一个法门，依照这个法门修学，那就是这个法门的学生了，所以依照地藏法门修学的都叫地藏菩萨，以观音菩萨三经修行的都叫观音菩萨，以华严经修行的都叫普贤菩萨，是这么个意思，这是诸位一定要搞清楚，
不能认定普贤菩萨只有一个人，除他一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这个要晓得。所以这一句总说啊，一定是以上好的这个供具来供养啊，来作为礼物啊，送给别人。那么下面呢，举几个例子啊，这就刚才说过了，这常说的啊，古印度啊，这个一般供养贡品呢，这是常见的啊，是那个时候的习惯。作为花云漫云啊，这个就是花幔啊，这是一种风俗，用花穿成一个花圈啊，给人呢戴在这个脖子上，花幔啊，那以这个为供养啊，这是表示恭敬啊，表示恭敬。天音乐云啊，是歌舞啊，歌唱啊，是供养啊，这个也是表示非常尊敬的啊。我们在唐诗里面读到李太白，汪伦送李太白啊，这个李白做客的时候，汪伦对他非常礼遇，也非常尊敬。送他的时候，他是坐船。在岸旁边的时候，有很多唱歌跳舞啊，给他鉴别啊，可见得我们中国唐朝也有这个礼俗啊，这是恭敬供养啊，就类似这个音乐云。天伞盖云啊，这个伞盖，晴天可以遮太阳。雨天的时候可以遮雨伞，啊，这个伞盖啊，也是送给人礼物当中啊常见的，啊，在古印度。那么中国人呢不作兴送伞，啊，因为伞呢是散，跟那个散的音相同，所以中国的有忌讳，这送伞就是表示永远分散了，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不送这个，印度人送这个，啊，印度人送。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地方风俗人情啊，也都要顾及到。啊，他这个地方有忌讳的地方，我们送这个，那不但人家不欢迎呢，反而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啊，所以这是风俗习惯呢，一定要知道。天衣服云，这个供具里面加一个天，就是上庙的意思，这天是最高的最好的啊，是表示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要晓得。那个云呢也是表法的，云代表的是非有非无啊，云彩远看有啊，近看就没有了啊，代表的非有非无，跟《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认清事实的真相啊，事实真相是空的，即是空的。相是有的，我们虽然用这些有相啊，我们知道这个相啊是空寂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你能够啊很自在、很快乐的去享受它，你不会去执着它。那不执着呢，就没有烦恼了，就没有障碍了，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执着里头产生的。为什么会执着呢？不知道事实真相，以为它是真的，
我们知道梦是假的，在梦里头你执着那个境界是真的，你看你那个苦乐也很难过啊。其实我们人生这一生当中实实在在讲啊，还是一场梦啊，也不是真的。不但身外之物啊是空的，你一样都得不到，同样一个的身体也得不到啊。你晚上睡觉睡熟了，人家把你抬走你也不想干，这哪一个是你自己的？何况自己身体细胞啊，刹那刹那新陈代谢，走进讲堂这个我，这念一个半小时出去不一样了，里面细胞换了很多了。所以你明白这个真相呢，你对这个身就不执着了。我要利用这个身，这个身是假的，借假修真，利用这个假的身体，我要认清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就是真的，这个叫修行。云代表这个意思，叫我们在一切受用当中一点都不能执着所以佛菩萨得大自在，佛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度众生叫游戏神通他不执着这云表的意思。那么这是第一个段落下面第二个段落呢，这是相，天种种相，种种不但是种类多，数量也多种类多数量也多。底下举几个比喻图像像现在很多人用的香水涂在身上的这一类的香叫图像，烧香烧香这个香是燃烧的像我们现在这个道场里面香炉里面燃的这个香，这是烧香所以香一定要好香好香能提神不必要多好香一支就很好墨香，墨香是香粉凡是粉一类的这个香就叫做墨香这是举出大的这几个种类刚才讲了它的种类数量都很多如是等云，夜夜亮如须弥山王须弥山王是比喻，比喻这个夜夜就是夜夜种类它的数量多换一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教给我们，我们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真正的意思在此地。尽心尽力呢，那就是圆满了，这功德就是圆满就是此地须弥山王所表的意思。燃种种灯用这个灯明做礼物这也是古印度的风俗何况灯里面呢代表的光明照破黑暗灯的种类多
数量也多，酥油的啊，奶油再提炼就是酥油啊，香油灯啊，煮香油灯，这里面种类就很复杂了。夜夜灯烛如须弥山，夜夜灯油如大海水。这个意思也是。